more detail.一本关于创造故事的书，这本书的最后藏着一顶皇冠，只有最厉害的 storyteller 才能得到它。这本书的每一页上都只有一个标题，其余部分都是空白的，请你用最精彩的故事填满这些页面，完成这本书，证明你是当之无愧的 storyteller。 生与死第一章，爱情。孤独的亚当找到真爱，最终含笑死去。用此标题创了一个故事，找到真爱，接着就想放下条女在这里，即是这个是教学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 OK， 接着怎样？不可以这样，可不可以亚当和亚当自己死啊？不行。OK， 跟住之后揿咩？揿呢度啊。OK， 心碎，夏娃心碎而死。四样嘢自己拣啊。OK， 夏娃心碎而死。咁啊，爱情场景啊，唔好拣咗个夏娃。诶，拣咗个夏娃先，跟住亚当，跟住之后都系爱情。但系冇咗亚当，跟住亚当心碎啊，啊唔系夏娃心碎，可唔可以咁样？唔算、啊，死啦！喂，可唔可以呢头就死亡？可唔可以呢头就死亡得唔得啊？咁亚当呢头就死咗，好啦，灰。跟住就夏娃自己死。OK， 原来系咁样嘅呢个节目嘅。OK， 即系一个题目，跟住之后要自己谂下究竟点样先可以去到嗰个结果啦，真系要。OK， 来生看到爱人的幽魂。哦，咁啊，亚当。夏娃，亚当，亚当，夏娃，咦？你等先，我哋最尾系爱情啊嘛，鬼魂同鬼魂嘅爱情，咁得唔得啊？唔得咯。喂，点啊？喂，睇到爱人嘅幽魂。他们不是两个都鬼的咩？不是两个都，两个都鬼的嘛？两条友，两条友都死了的嘛？是不是爱情了先啊？爱情了先，跟住之后死亡，两个人都死得唔得啊？跟住去到最尾有爱情，啊咁都得喂？原来咁样。原来上原来同上一派冇关系啊！上一派奇迹死晒，喂咁我谂住佢哋系两个好似咩咁啊嘛，梁山伯与祝英台咁样，两个喺来生再见啊嘛，经历心碎但结局圆满，爱情亚当夏娃，死亡亚当死亡。夏娃死亡，啊唔好，复活，啊，又爱情 ，OK， 其实调转都得噶，可以系夏娃死都得噶，唔一定要亚当死噶，唔一定要 ，OK， 字幕，生与死第一章，典礼。OK， 咦，未得噶，未得噶，点啊？哦，最终章，我、哦、有十几章原来有 ，OK， 喂，咁早讲啊，我哋
你几有趣喎呢个 game。作为一只小品游戏嚟讲，几好。唔知头先边个观众讲嘅呢个 game 系几有趣，几有趣嘅。心碎第二章痊愈，治愈一颗破碎的心。四条友嘅友，温礼、艾德加同埋阿 Bernard。OK。跟住之后死亡，阿 Bernard 死亡啊，帕纳死亡，治愈，跟住之后又搞机死咗，跟住之后去到呢一个系一个同性恋，因为死咗个爱人而决定将自己变翻直嘅一个故事嚟，呢个系。喂，等下先，佢有一个叫谁都没有死嘅选项，即系可以唔死嘅，可以唔死嘅，可以。哦，咁啊，半个皇冠啫，可以有人唔死噶，咁唔要，咁唔要呢个咯，咁样啊？咁可唔可以你同佢，跟住你同佢，跟住之后去到最尾？是你同你咧，唔可以咯，喂，屌，唔可以两个人，唔可以两个人咧。其实暗马底原来系段背山，唔可以啊？搞错啊？唔俾段背山咩？咁样啊？唔俾段背，咁你两个相恋，跟住你两个相恋，跟住去到最尾，你两个相恋得唔得啊？谁都没有死，点可以大家都唔死啊？点可以大家都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两个，跟住你两个，咦，唔可以死啊嘛？佢唔知道，佢就唔知佢系边个嚟嘅。咁啊，咁你两个由头啜到尾得唔得啊？由头啜到尾又唔得。点样先至可以大家都唔死，但又可以治愈破碎嘅心啊？咁佢中途转咗，哦，即系呢个两个人两情相悦，跟住条女埋嚟谂住沟条仔，跟住话唔好意思，我基嘅，跟住之后扑街啊，你基，我都做 lesbian。结果是两对 LGBT， 原来是，原来是这样咩 ？OK， 成功，一齐断背。好，失望，被自己的爱人拒绝，婚礼，你同你婚礼，跟住之后失忆，扑街啦！失忆、哦，咦？等先，被自己爱人拒绝，哦，咁你都失忆啊？跟住之后再婚礼，你边位？唔得、哦，一齐失忆唔得、哦，唔好喂，四架妈妈系咪一定系咁样？呢边左上角向咁样去嘅系咪一定？原来全世界都失忆，唔得，唔可以全世界都失忆、哦。诶，一样你得唔得啊？被自己嘅爱人拒绝喎，要咁如果咁样嘅话，喺个婚礼度，你同你喂失完忆都仲可以再恋上咁样可以啊？我知啦，呢度同呢度结婚，跟住之后咧佢失忆啊嘛。跟住之后佢再同呢条女就会拒绝啊，系喎系喎 ，OK OK OK， 得得得，呢个失忆都几好啊，失忆得呢一个失忆不幸，所有人都拒绝了艾德加啊，咁惨啊，咁惨啊 ，OK。
咁啊，首先阿 Burn 伯纳同伊雪贝结婚，跟住之后咧，伊雪贝死亡，跟住之后咧，佢同阿雷洛拉再婚，跟住之后雷洛拉又死亡，跟住之后。跟住之后，跟住之后佢都死埋。边条？边？唔得系，你最后呢两格唔啱，最后呢两格唔啱。等下先。死晒点拒绝，咁你又啱喎。死晒点拒绝呢？死晒好难拒绝嘅，死晒真系。唔系，首先婚礼先，佢两个结婚啦。跟住呢度咧，艾德加同呢条女想结婚，被拒绝，跟住之后死亡，就呢条女死 Q 咗。跟住阿伯纳好心伤，跟住之后咧，呢度阿伯纳就同阿雷洛拉再婚，跟住之后咧就艾德加，艾德加想同呢条女，跟住之后呢度佢唔得啦，连续沟两条女都沟唔到，跟住之后阿仔都要埋啦，叫咗仔都系沟唔到。O K 喂，咁咪全部拒绝咯，只要有一条友死咗得啦，沟两次女都沟唔到，转沟仔都沟唔到，点结果点解？咁拉灰咩？不幸，真系好不幸，悲伤。两个丧偶的人互相安慰，咁梗系婚礼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又系两个啦，跟住又系两个啦，跟住之后咧。死亡，即系又系两个变翻直嘅故事咯，又系两个变翻直嘅故事。咦，死咗佢哋咩？我冇嘢。跟住之后婚礼，查系咪啊？都话啦，两个由基同 lesbian 变翻直嘅故事 ，very nice。政治非常之唔正確。第三章，幽灵启示。艾德加自己吓自己。魔镜失忆。魔镜唔系咯。魔镜。得佢自己一个人啫，点样自己吓自己啊？点样？一嚟啊，失忆好似唔得。魔镜死亡，又魔镜啊！佢真系死咗，但系真系死咗咁久啊！冇理由一开播失忆嘅，冇理由死亡失忆，佢真系变咗鬼魂冇大失忆，唔得个喂，点样自己吓自己啊？佢望魔镜有啲咩？有啲咩？有咩睇啫？失忆之后睇魔镜，跟住最后死亡，唔系咯？但系失忆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啦，唔记得自己死咗，死失忆魔镜，咁样
咁样算叫做点样刺激下自己啊？咁佢真系死咗噶嘛？咁佢真系死咗，咁都算叫刺激下自己。破镜重圆，一对心碎的夫妻破镜重圆。OK， 心碎的夫妻，首先就婚礼先啦，跟住之后咧，打老公死亡，要用六格咁多啊？跟住之后又婚礼又死亡，跟住轮到佢死，跟住之后死亡，唔得啊喂！到最后原来都系两个死晒，梁失败祝英台啲 friend。咁呢个点样破镜重圆化？点样？但我哋要，我哋应该要一开波，唔系佢未死唔俾复活呢、這个，咁一定系婚礼先嘅，定系如果咁样嘅话，婚礼，我知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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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佢之后佢都死埋，两个都死咗，跟住之后咧。两个一齐，两个一齐复活，复活复活。诶，咁又唔啱啊！咁又唔啱啊！咁又唔啱，好破镜，好破镜噶咯，已经会唔会因为啊？我知啊，因为啊，佢冇心碎到，因为我屌佢都心碎嘛，要。我知道我知道，咦咁唔心碎嘅点解？系咯，佢男嘅仲未心碎，因为要轮流屎啊要。咁样呢度咪得咯？啊系啦系啦，调翻转咪咯。要复活要心碎一次先，复活咗见到喂扑街，老婆都死埋原来，跟住之后再复活 ，OK， 再来世。跟住我哋仲要再摆一摆嗰个位啦，系要摆去佢哋来生来世先至咩？咁样嘅话，咁样嘅话就佢就唔复活，跟住之后呢度你又死，诶咁咪得咯？跟住之后两个做鬼，做鬼都喺一齐 ，nice。成功，简单得嚟又几好玩喎呢个 game， 不过可能之后会好复杂咁出奇。灾难，所有的人都心碎了，所有人都心碎。婚礼，有机，跟住之后死亡，跟住之后婚礼，转职，跟住之后。你死亡，跟住之后啊唔得，唔够位咁样，我哋仲争，我哋仲争阿伯纳未心碎。如果佢见到佢死，会唔会心碎啊？唔会。所有人都要心碎。而家好难可以做到啊！伯纳心碎，而家好难。如果咁样嘅话，要复活佢一次都哦，呢、這个我哋唔要啊！我哋复活佢一嘢，跟住之后咧。
即刻再死啊！唔关事，唔关佢事喎。要佢同佢结婚。哦哦，要佢哋哦，要佢哋三角关系一次就得啦，只要将佢哋三角关系一次咁就 OK 啦。咁佢哋两个人都心碎啦，系咪？咁跟住之后咧，我哋喺呢度整死佢，咁咪心碎咯。Nice， 哇，用五格解唔咗，系啦，有其中一个沟唔到，沟唔到啊，心碎咯。Nice。跟住就去到最尾，去到最尾竟然系喂扑街啊！条仔死咗啦！哎呀，唔得啦，冇依靠啊！跟住去到最尾先得啦，好啊，你啊，竟然系咁，年老色衰，伤心的老狗，死而无憾。先系。狗狗与人狗情未了，先系，跟住之后死亡，时间经过，都系继续死亡。哇，好惨啊，好惨啊呢、這个故事。跟住之后复活。跟住去到最尾，终于等到个主人翻嚟。伤心的老狗死，我要死啊！要，我要只狗死啊！我顶。啊，咁好难做喎。啊，咁好难做喎。要个老狗死而无憾喎。点样死而无憾化？点样？我知啦，我知啦，跟住只狗啊死咗，跟住喺来世同个主人一起，咦又唔系喎，又唔系喎，伤心嘅老狗，要佢死而无憾喎，要佢。咁但系呢一个一定系噶啦，系嘛？嗯，即系是系只狗死，跟住之后只狗复活，咁佢咪唔系，咁佢咪唔系老狗咯？啊系，佢哋一嚟就死唔得噶，要等佢哋变老咗之后先咩噶嘛？要等佢，跟住之后。咁又唔啱，要佢死而无憾喎，再过时间，屌时间再过一齐死咯，咁讲法，咁样即系唔时间唔可以过两次，嗯。伤心的老狗死而无憾，那个男的是不是要他死呢？是不是要他伤心的老狗嘛？那他伤心了，接着时间再过又不对，我哋冇用噶，呢只咩 game？Storyteller 只 game 叫个男嘅复活，男嘅复活，人狗情未了，但系要佢死而无憾啊！要佢，又要佢变老狗，又要佢死而无憾。
但是我哋要整死整死佢先，系咪真系要整死咗个阿伯先，跟住之后复活，跟住复活条粉肠，跟住爱情，跟住去到最尾啊，要咁样我要。一起生活了很久，然后阿伯死了，然后无缘无故做什么复活，变回后生复活，然后又可以在一起，然后才死。啊，虽然有点不太 make sense， 为什么复活那一刻会变回后生？为什么会？第四，第四章，地牢，毒药，雷洛拉喝下毒药。咁、那个结果就一定系佢同埋毒药，佢唔知啲，佢冇理由会饮噶嘛，系嘛？点样可以令佢饮毒药啊？点可以令佢？要佢心碎一次先要佢，为情自杀，原来要 no， 但系点解每次我有故事都一定系咧？佢两个一定系基，点解一定系？必定系基嘅悲剧，两瓶毒药，哇！罗密欧与朱丽叶啲 friend 一直嚟系嘛？死亡，饮毒药，嘟嘟嘟嘟，罗马与朱丽叶呢个根本就系、是，跟住之后，跟住条女复活，跟住见到佢死咗，跟住佢饮毒药，根本就系罗马与朱丽叶嘅故事呢、這个根本就系、是。喂，跟住之后我有个故事系咧，有个 special condition， 有人喝下毒药两次，要佢饮两次毒药、哦。喂，你好系 ，OK， 得冇问题，冇问题，饮两次毒药啊，嚟啊，我哋俾佢饮两次，跟住之后，复活，跟住发觉佢仲系死嘅。跟住之后饮多次，what the fuck？ 小明毒药死咗，跟住翻山，然之后发觉，喂唔得，喂条女都仲系死嘅，唔得，我都系死咗次咯，我都系饮两次都唔死，好啦，惨啊故事，咩事？死两次，猛鬼。回魂嘢，咪咯，明明约埋一齐死嘅，点解得自己复活咗？依说背被丈夫的鬼魂纠缠。OK， 先婚礼先啦，佢哋点都要结咗婚先，点都要结咗婚，争吵，跟住之后走。等先，毒药，跟住之后饮有呢、這个，跟住之后搞掂，毒死自己嘅老公，跟住之后个鬼人翻嚟继续烦佢，跟住之后再结婚。可以，跟住之后饮毒药，唔得，饮翻杯酒先喺度，一样啊都，搞掂，嫉妒，依说背犯下罪行，应该唔难啦、啊。
婚礼，艾德加、雷诺拉结婚，佢想沟仔，沟唔到，跟住之后落毒走，咚。但所有人都在劫难逃，点解全部都要死嘅啫？啊！所有人都在劫难逃，跟住佢死咗，跟住佢想沟嗰条仔都死埋，佢都死埋一份。耶！冚家铲呢个真系，因为佢毒死咗条女，跟住佢又哎呀唔得啊，我条女死咗，饮毒药，跟住佢中意嗰条仔又死咗，又饮毒药，一齐死，搞掂。美人几有趣喎呢个 game， 女巫成为魔镜眼中最美的人。白雪公主和女巫的故事，这个是魔镜啊，魔镜哪个最靓，原来是白雪公主。咦，应该没那么快住是吧，暂时他要煲的东西先，煲的东西变巫婆先，然后呢再见到白雪公主变青蛙吗？不是逼苹果去吃的咩？不是，跟住又翻去魔镜度，青蛙靓啊你 ？What the fuck？ 青蛙都靓过佢、啊，中意青蛙啊！你个魔镜，啊，因为要变翻做，要变翻做咩先啊？要变翻做，咁即系呢一幅冇都冇所谓噶。OK， 诅咒女巫王子，喂，全部玩白雪公主，全部变咗玩森林白雪公主王子，森林女巫白雪公主，咦，等下试下，唔嘴咩？女巫白雪公主，女巫王子，点解点解个女巫唔落诅咒嘅？点解咧？系咪要见两次啊？咪要但是佢两个要，佢两个要，点啊？解除诅咒有诅咒咩？而家系女巫嘅诅咒，而家系。耶耶耶！但是系真系要嘴咗先啊，嘴嘴，跟住之后，公主王子亲吻再女巫见王子，但系冇分别喎。哦，要咁样先啊，要。要佢唔肯嘴阿婆先，要佢唔肯嘴阿婆，跟住之后佢就变，佢就将阿王子变青蛙，但阿公主唔个样极度唔愿意嘴啦青蛙，但系，耶耶耶耶，咁样啦要。OK， 要佢唔肯嘴阿婆先。
喂，咁梗系唔肯嘴啊，大佬，驱风咩？少女唔错啊，阿婆而家真系黐线，一个吻和一个诅咒。咦，净系得阿女巫同王子啫，今次先女巫王子，唔系先唔肯嘴先，唔肯嘴。跟住女巫将王子变青蛙，跟住之后女巫变翻后生，跟住之后森林女巫再见王子，跟住再嘴嘴。咁其实有冇啲父母关系嘅？咁都得噶啦，其实。叫咗幻觉，泰尼得到一个吻啊，要佢得到一个吻啊，难啲喎系嘛？我知啊，先系阿女巫望魔镜，白雪公主先系最靓，跟住之后去森林，将佢变青蛙。跟住森林，泰尼见到白雪公主，哦，跟住之后亲吻嘴公主 ，OK， 咁又得。跟住之后咧，忘恩负义嘅少女，王子救了泰尼，要阿王子救阿伯，哦，会唔会难啲啊？我哋拣咗第一个先。嗱，忘恩负义好简单啫。佢之后再遇到阿王子咪得咯，之后再，跟住之后再嘴阿王子，咁样算忘恩负义啊？咁样唔算啊？咁样都唔叫忘恩负义啊？啊？如果冇呢一格嘅话，佢唔会变。如果冇咗魔镜呢一下咧，后面又全部都唔成啦。佢呢个一嚟就，OK， 忘恩负义，有冇谂法啊？大家点样可以将阿白雪公主变咗做忘恩负义？如果佢一嚟就同阿王子嘴嘴，系、哎、咧，我哋掹走晒先。一嚟就同阿王子嘴，定还是一嚟可以同阿伯嘴啊？唔得、啊，同王子嘴完啦，跟住之后咧，就，咦？但系一定要全部同时间发生啊？使唔使噶？我唔使嘅。唔使嘅，唔使同时间发生嘅。OK， 咁得啦。白雪公主同王子嘴嘴，跟住之后咧，咁啊魔镜咧就见到咁样，系咪？森林，王子，女巫，唔系，要佢唔肯嘴先，要佢。王子唔肯嘴变青蛙，跟住之后公主唔肯啜青蛙，定还是系要有人救咗一次公主先，跟住之后咧，我知啊，魔镜，边个最靓？跟住之后咧，女巫变佢做青蛙，跟住之后喺森林度，王子见到公主，有时佢唔可以直接嘴噶嘛，唔可以直接嘴噶嘛。森林知道咗系啦，跟住之后嘴完，
跟住之后。佢变诶唔得咁样，要佢唔肯嘴嘛嘛，要佢诶诶，但唔得喎，唔够格数喎。忘恩负义系纯粹系唔肯嘴啊，系咪咧？咦系喎。咁样就已经忘恩负义咯，系中意咗王子，跟住之后加多格，就已经系忘恩负义咯。咁我哋去要阿王子救阿伯，我知点样可以令到阿王子救阿伯。我知道阿伯呢个唔难嘅，等先，呢两格系一样嘅，跟住咧，想嘴阿伯，阿伯都唔肯俾佢嘴，跟住之后咧，邓老师佢可以直接将阿伯变做咩噶？可唔可以？啊，阿伯你好中意 ？What the fuck？ 我就谂住将阿伯变青蛙，我就谂住将阿伯同埋公主都变青蛙。咁跟住之后咧，就睇下可唔可以令到阿王子去到嘴阿伯。我谂住睇可唔可以，所以我要将阿伯都变咗做。将阿伯变咗做青蛙先，咁跟住之后佢就唔知道边一只先至系，跟住之后呢度咧就王子、白雪公主，跟住之后嘴系佢嘴阿伯，耶，系啦，喺森林度见到系青蛙啊，我系公主嚟啊，跟住之后一嘴发现原来俾阿伯君咗。他以为是嘴了公主，原来是嘴了个阿伯，搞定，是不是全解了？是不是真的 nice？ 哦，他时间解调了一边都可以，原来等我两个解晒咯，两个都挺好笑的，这个要用个阿伯来困他咯，要笑了。第六章庄园谋杀。谋杀呢个游戏几有趣的，大家如果觉得呢个游戏 OK 嘅话，揿个 like。我哋今晚应该玩唔晒，留翻啲听晚玩可以。管家大开世界，舞厅，公爵夫人，公爵，舞厅，管家，公爵，枪，管家。为什么他要开枪怼他们？为什么？喜欢玩枪？不喜欢玩枪？管家？他要喝这个。要令佢大开杀戒，点样令佢大开杀戒？管家本身一开始已经想拎枪噶咯，本身已经一开波已经 ，boom boom， 我扯到成咁咪得咯，扯，然后一嚟就已经系掹枪怼晒全部人，太直接啦。武器，公爵如释重负，点解冇支枪嘅咧？放翻埋佢，搵翻，明白？我支枪唔见咗，
住之后转头把枪把支枪出翻嚟咧，就可以如释重负。有咩办法？告密者，凶手被捕，枪管家，舞厅管家，啊唔系唔系，工匠。跟住之后舞厅侦探管家侦探，嗯，要凶手被捕喎、哦，可唔可以侦探系凶手啊？唔可以，工匠凶手。嗯，管家定系凶手嚟？轰炸！跟住之后直接忏悔得唔得啊？诶，直接忏悔咩嚟？系我做嘅，唔好意思。啊，讲起凶手被捕，好多年前轰动一时嘅 O.J. Simpson 黑人杀白人老婆案。的那个主角好像说今天定昨天死了是吧 ?OJ 指纹有人被捕了，枪管家，舞厅管家，工作夫人不咋，枪侦探发现无枪，舞厅管家侦探咁啊！可唔可以？点解唔肥埋佢啫？我知啊，摆翻支枪埋去。咪指纹咯，有指纹。跟住之后，哦唔，有指纹，跟住之后翻嚟呢度 ，OK， 无辜者，咁都唔难啊！工作喺呢度，跟住之后工作摸枪，跟住之后唔够要领嘢 ，OK， 冤狱啊冤狱！Nice， 算位死了四个人，悬崖骑士男爵，骑士复活，怼翻男爵砖头，男爵再复活，再怼翻砖头。跟住之后悬崖，呢个咩故事啊？呢个女死人复活，怼翻转头复活，怼翻转头，跟住之后仲只鬼嚟吓死佢。呢个字咩故事嚟啫？拯救皇后得救了，婚礼皇后。被皇后男爵，嗯，要皇后得救、哦，直接绑架得唔得？绑架骑士，跟住之后还结婚了，噔噔，跟住呢个索性直接。复仇咁简单啊！呢一个做鬼都唔放过，谋朝散位，所有人都坐上啲王座。哇，逐个人坐啊！悬崖皇后俾佢怼，嘟嘟，悬崖骑士。哦 ，sorry， 早咗，早咗。皇后要坐一次先，
咦，冇皇冠喎、啊，啊，唔得，个皇冠一定要甩走一次先，一定要，跟住之后悬崖，骑士怼佢，骑士唔会杀人噶，骑士系好人嚟，吓死佢，甩咗个皇冠，跟住骑士好挂住，好挂住阿皇后。跟住之后悬崖，得喎，冇皇冠，但系皇后冇皇冠都可以照坐啫，系嘛？啊，系咯，皇后冇皇冠都可以照坐啫，即系冇，即系冇皇冠喺呢一度。咁大家都坐一次咁就 ，nice， 宽恕，散夺者得到宽恕，狗嚟嘅啫 ，OK， 绑架只狗绑架皇后，只狗坐皇坐皇位。点样可以令佢得到宽恕咧？放翻个落嚟，跟住俾翻个王狗狗，绑架翻转头，要宽恕喎，要宽恕喎，点样宽恕法？点样？好 ，OK，OK， 即系佢坐翻个皇位之后，放翻只狗落嚟。OK， 拉死一个散夺者，皇后成亲，伪装。哦，我知啦，跟住之后伪装除翻件衫，跟住之后再去扮 Q 晒救皇后，跟住之后咪可以结婚咯。因为如果我哋要故事再完整啲咧，就应该系喺呢一度要婚礼，沟女沟唔到，再完整啲个故事系咁样咯，沟女沟唔到。扮嘢绑架，跟住之后除咗件衫，再救翻佢，跟住最后再结婚，完整故事咯呢个位 ，nice。个游戏唔难玩，但系几有趣咯。侦探逮捕杀人犯 ，OK， 目睹。侦探睇到冇听，听有只眼喺度，停，轰炸，逮捕，简单。其实唔一定要侦探噶，佢两个调位都得噶，佢两个，但唔可以杀侦探啊，唔可以。但系其实可唔可以，可唔可以系公爵？开枪怼下管家又唔得咯，不过是但啦，反正过咗啦。管家被解雇，目睹，冇听，仲话是玩枪啊？望到佢有枪。跟住之后，翻翻去支枪度放翻低，再炒油 ，yeah， 望到佢拎住支枪出嚟行，跟住之后就你冇玩枪，跟住就炒佢 ，nice，
配偶大仇得报。唔系，又系目睹暗战，跟住将枪摆翻去，跟住轮到阿公爵攞枪，跟住之后再报仇。配偶大仇得报，佢两个角色可以对调嘅，这个可以。如果对调咗，咁就变咗可以系咁样都得，系喎。Nice， 报案。我哋知道咗个故事，佢嗰、那个即系个游戏咧，基本玩法知道咗系点之后咧，就变到好简单咯。所有嘢都变到。公爵夫人找住你凶手，枪冇听啊，唔系目睹冇听，而家公爵崩炸。啊，唔系，我哋要玩啲枪先，但唔得，咁样佢会开枪噶，咁样会有指纹，唔得。其实我哋就咁翻去都得啦，系嘛？佢都已经知道吓系佢做，因为要有要用阿公爵夫人嚟去捉凶手，会唔会有啲难啊？应该仲喺度望紧嘅，点解仲喺度？仲喺度偷望紧？嗯，点可以令佢捉凶手呢？我哋不如试下咁样，不如试下公爵。嗌你俾咩我哋又唔晓，有阵时夫人同阿侦探系有一腿可以，夫人同侦探唔可以有一腿。跟住之后喺个舞厅度再。咁都得，但系公爵不在家，有一个选项系要话公爵唔喺屋企，佢死咗喎呢度，点解唔喺屋企啊？吓？要公爵唔喺屋企？哇！死好多老细包，死好多老细包玩呢个 game。在玩枪。唔叫啲枪，跟住之后，俾阿侦探目睹，但系支枪佢仲揸住喎，嗯。而家系要公爵夫人捉到凶手嘅情况底下，但系公爵又唔喺屋企，即系点啊？佢点样可以唔喺屋企啊？点样？即系佢全程唔出现咯，即系嘛？佢全程唔出现咯，要
要工作全程冇出现过嘅情况底下。又要佢捉凶手，又要佢偷枪，但系又唔可以俾佢怼其他人。佢又唔会怼个侦探，又唔会。唔系啊，个管家唔会杀侦探啊，唔会。跟住之后系啊。阿夫人翻嚟，话俾阿侦探知，翻嚟吓死个，因为翻嚟吓个管家冇用，怎样啊？公爵不在家，怎样？其实番出一路仲 keep 住喺度望住喺呢度，鬼同侦探倾偈得唔得啊？但系佢都望住咧，佢都。我哋要阿夫人起码都知咩事，要捉到凶手啊嘛，即系点都要有一个人死啊，即系点都要，点都要有一个人死。跟住之后咧，放低枪，跟住阿公爵夫人同阿侦探讲得唔得？咁啊唔系啊，咁呢一格有冇都唔影响到，可唔可以报梦啊？乜嘢？唔可以。夫人睇完话俾公爵讲会点？佢应该会好嬲，应该纯粹只系会。入到条粉枪玩枪，跟住之后，但系冇啊，公，佢呢个公爵不在家呢一下，大家觉得嗰个理解系咪应该变成？公爵是要全程不在这里呢？是不是要他？是不是要他全程不在场呢？立了枪。但没啦，一是死他，一是死他。玩家玩枪，夫人发现，咦，管家都可以偷窥嘅，公爵见到管家玩枪。但要佢唔喺屋企，所以我就系唔明佢唔喺屋企呢一下嗰、那个
哦，系喎，系喎，有观众啱喎。侦探啊，唔系，管家杀夫人，跟住侦探偷窥，望到啊管家，好乸惊。跟住之后，侦探知道冇枪，诶，等先。咁样算唔算系阿夫人？咁样算唔算系阿夫人捉到咩？啊！要夫人报串，要阿夫人报串先至可以当系。但唔系喎，点解？因为佢望到佢有把枪，所以都知道系佢系凶手。要夫人见到先都系咧，要点都要夫人见到先，先至当系夫人捉到咩啊嘛？见到佢玩枪，跟住之后咧，嘣唔得，但第一格应该一定系啱嘅啦，系咪？一定系立枪，第一格一定系冇枪点杀人呢？跟住之后要用一格嚟到。见都唔见咗枪，第四格侦探讲完，第五格先杀，第六格先拉。跟住呢度同侦探讲啊 ，OK， 系咯，再同侦探讲。见到佢有枪，跟住就扮，跟住就咁样，工作全程冇出现过，咁样就搞掂。啲咁简单嘢谂咁耐，顶啊！正义第九章谋逆，散位者死了，又嚟啊！咁夜市救翻。跟住之后，啊，要王座等佢坐先。跟住之后，王夹翻个转头。跟住之后处死。要俾翻个王座先系要。跟住之后处死。咦，佢仲喺里面啊？因为乜？唔放佢出嚟嘅话，处死唔到佢喎。咁样咩？结果系处死个骑士咩？搞错。但呢两格应该冇错啦，系咪？系咯，佢唔放呢度，佢点有得谋朝散位呢？跟住攞咗个皇位啦，唔得啊！你一定要。可以取消个骑士，可以取消个骑士，咩料？
處身喺皇后度。睇先，嗱我哋咧点都一定要攞翻个王座嘛，就要攞翻个，你唔攞翻个王位，可唔可以咁样？啊 ，OK OK OK， 咁样咁就得啦，咁就得啦，应该咁就得啦。但唔系喎，佢要出翻嚟喎，做乜绑架翻男爵？你唔绑架佢，点样攞翻个皇冠啊？你唔绑架佢，攞唔翻皇冠啊嘛？直接处死唔得啊！佢有皇冠先处死得，结果都系皇后死咗，结果都系。唔系啊，佢呢个咪就系佢攞咗个皇冠啊嘛。嗱，佢嘣攞咗皇冠，但系我哋系绑架再绑架，绑架你嘅绑架。咦，等先。啊，因为绑架同时只可以绑架一个人。同时间只可以绑架一个人，所以咧，一定要放一放佢出嚟先，一定要。王座加男爵加王座，净可以放一个人噶咋。攞翻个皇冠，坐翻，但系处死呢度又放唔到佢出嚟，因为佢仲喺个佢仲喺个绑架嗰个位，佢仲喺啊，唔要第二架，系唔要第二架都得，佢嗰下已经立咗啦，因为嗰、那个佢唔使坐王座，原来哦，佢、啊、可以唔坐王座。但要放佢出嚟喎，但要，咦？要放佢出嚟喎，要唔放佢出嚟，处死唔到喎，唔使绑佢。哦，唔绑佢都可以攞翻个皇位嘅，原来都讲啊。咁但系咁样又唔计喎，佢冇抢到个皇位嘛，因为如果咁样嘅话，所以佢系点都要坐一坐啊，点都要，佢点都要坐一坐个皇座。佢冇坐过皇座咧，唔计佢系谋朝篡位。要佢登基咗一次先系要佢，所以即系话佢无论如何都要，可唔可以咩咧？绑架立咗个皇冠，做皇帝。第一届登基，第一届点登基？佢冇皇冠点登基？要立咗个皇冠先嘛？跟住之后咧，又唔可以佢绑架第二条友，又唔可以。冇皇冠又唔得。
杀骑士？点解要杀骑士？点解要？诶、欸？可以变鬼吓佢，可以变，可以变鬼吓佢。嗯，不过变鬼吓佢蒙啊！唔系啊，你边个？边个登机唔关事嘛？而家系要呢条友死嘛？而家系要，而家系要阿男爵死嘛？等下先，唔一定要男爵噶。骑士唔会绑架，骑士系好人嚟啊嘛。冇咩事情，佢又唔会。唔可以处死咯，冇事发生唔可以处死。咁复杂嘅呢、這个突然之间，系咪我转头角尖啊？系咪？咪绑架就一定要发生噶啦？系咪？唔绑架嘅话，佢边有得边有得坐王座啫？边有得坐王座？跟住之后，骑士救翻皇后。但系冇皇后冇皇冠，哦，我知啊。咦，系咪可以处死皇后啊？处死皇后，跟住之后咧，骑士绑架男爵，攞咗个皇冠，跟住之后骑士登机。跟住之后，点解头先我唔可以将佢拎落嚟嘅？而家又得嘅，点解？我哋系唔使救皇后啊，皇后系应该要死啊。咁啊，搞掂咯。哦，仲要完全，仲要完埋佢嗰个 option， 借骑士之手。点解头先放唔到佢落嚟嘅？点解而家又得嘅？咁奇怪。笑咗 ，very nice， very nice。不可饶恕，骑士掉脑袋。哇，两个角色六格，我哋要骑士个脑，因为其实头先嗰一个咧。我哋 suppose 应该都可以杀个男爵噶嘛，因为头先我哋系选择救咗个皇后出嚟，皇后登基翻，跟住之后去到怼死个男爵，咁点解唔算啊？佢就系拎唔到佢出嚟咯，就系、是，所以我唔系好明点解头先嗰一 part， 骑士绑架皇后唔得 ，OK。骑士掉脑袋，王座，佢好中意皇后、哦，所以佢唔会抢噶、哦。皇后死亡，骑士登基，皇后复活。哦，皇后唔死唔算散位，哦，嗯、都啱嘅。抢我皇位？诶、哎，呢、這个系可有可无嘅。抢我皇位，跟住之后。皇后登基，处死骑士。喂，人哋都系因为你死咗，所以先至焗住上啫。人哋个心里边都系谂住你嘅。
呢、這个皇后呢、這个肥婆唔得、啊，心胸狭窄，失忆，处死，要失忆啊！要边个失忆啊？男爵失忆，皇后男爵唔得唔得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又嚟绑架，男爵绑架皇后，跟住之后，皇后失忆，皇后失忆，唔记得咗系边一个人绑架自己，跟住男爵救皇后。跟住之后，结婚。跟住之后，男爵处死皇后。哈哈 ，OK。咦，可以直接可以处死男爵都得喎。咁如果佢冇失忆嘅话，咪得咯。啊，唔系，失忆再 set 得唔得？可唔可以失忆嚟个失忆后边？其实调翻转都得嘅啫，系嘛？但系中意佢，哦，皇后再失忆，跟住处死，你唔得咩？失忆两次，唔得喂！我想处死埋个男爵，我想，点好咧？处死个男爵，点处死佢可以？博下一开博失忆，一开博失忆，婚礼，唔系佢点都要救一次人先，点都要。佢冇得，佢冇得嗰个记忆翻翻嚟啊，冇得。男爵失忆，男爵失忆，跟住放翻皇后出嚟，跟住之后皇后处死男爵。O K， 系喎，系喎，个男爵绑架完人，跟住之后失忆。啊，我究竟绑架咗边个咧？跟住就 Q 记得咗，放翻皇后出嚟。咩剧情嚟呢啲？失忆两次。韩剧都唔够你玩，梗系啦，失忆两次，韩剧都做唔到嘅啫。皇后冚掉所有男人的头 ，what the fuck？ 咁简单啦，头先我哋试过啦。嗱，首先咧，阿皇后同阿骑士结婚，好唔得咩？哇，屌呢、這个皇后咁杂食，咁啊，骑士同男爵结婚，一个中意阿婶，一个中意权力。OK， 得。OK， 首先佢要砍掉全部人嘅头。OK， 皇后先要俾个理由佢怼啊男爵先。OK。但系佢到最尾佢要有，佢唔使登记，复活，处死。诶，冇咗皇冠咩？皇后处死男爵。咁跟住之后，咁但系佢点样可以令到佢处死埋嗰、那个？咁佢好难争 ，OK， 复活，跟住之后复活翻到嚟，结婚，跟住处死骑士，处死男爵 ，OK， 搞掂。
因为呢个皇后系变态啊嘛。头先我哋玩过一次，佢系要处死埋阿骑士，结婚，跟住处死，因为佢结婚就可以攞翻个皇冠啊嘛。系咯，结婚攞翻个皇冠，跟住就处死，搞掂。之前汤猪凳，汤猪凳啊！仲有三张、哦，但系再玩落去又太嘈咯。仲有小说终章、哦，我哋玩咗一半咯，啱啱好。喂，留翻听日啊！留翻听日，我哋仲头先 download 咗另外一只 game 啊嘛。夜啦，12点啊，嘈住屋企啲人瞓觉啊。不过几有趣呢个 game， 多谢观众嘅提议，呢个游戏几有趣。